祝你哋圣诞快乐，新年进步。我好开心有咁多人关注我嘅节目，多谢你哋对粤语和柏林嘅兴趣，同埋你哋嘅评论。下一年你哋都可以定时睇到呢个节目。节目嘅话题会继续系柏林同德国嘅新闻。中德關係的熱點，例如香港，我會用哪種語言講？當然是廣東話啦。我們是 Bilingual Cantonese， 來自柏林唯一的廣東話節目。我期待和你們一起分享。下次見，拜拜。用德文 Tschüss und bis bald。Frohe Weihnachten und ein schönes neues Jahr.